就莫看对你无客气啊！我怎么咧惊你咧？这，甲冷静的啦，妈呢啦，足歹看的啦。这有你代志，你莫走啦，无你来啊！韩先生，大家拢是出来工作赚钱，拢是无简单，请你较有品。你莫想讲你气家动手就来解决问题，你安尼做只是让场面更加歹看，对大家一点好处拢无。还有，其实你伫业界风评也袂歹，只是因为脾气伤歹，互大家对你敬而远之。你家己也检讨家己。陈彦君，所有好处拢互你一个人规划旁去啊！你免伫遐假神假动，我甲你讲，摇摆无路的路，你免想畅想。这两笔账我一定会讨回来，绝对吼，不要你时间真歹看。用人一般见识。老哥，真歹势啦，拢是由我害你得失啦。袂啦，无啥代志啊。来啦，来我办公室泡茶啦。是说，咱讨论一下吼，出回细节啦。来。燕君。拄只迄冷公公的话，你莫放伫心内啦，你爱相信家己的能力。随时别人的辛苦顶，你莫受到伊阿话影响。林先，谢谢啦，因为我的关系，阿你受到拖累。严哥，你甲道三刚真多，这是事实。即个好佳哉，你甲方总裁，甲道三刚遮尔多，阿拢无太原设计来要重新站起，唔知用几年的时间，甚至会更加久。彦君。讲啦，我感觉嘛应该斗三工的真正有害，上重要是爱靠你家己，才有法度拼出成绩。而且你还有才华，搁肯打拼，我会永远支持你的。林夕，多谢你。台湾这個圈子真小，不过我相信你一定有法度会用开创搁较大的事业。所以，我希望你能去上海斗三工拓展盛唐开发的业务。做遐个设计总监，这是一个真好的发展，也是一个转型的开始啊。天地遮尼大，一定有我会当站起的所在。我是不是应该离开这，离开所有的是非，选择重新开始？查理，之前就是我设计师研讨会，我都看过你，所以对你有印象。我嘛知影你以前在太原设计对金燕君的身躯边做代志，而且前一阵卖新闻这么轰动，你嘛是算瞬间爆红呢。所以我根本需要看你履历表。那呢，我直接讲啊，我希望会当来这上班。三点，金健康。来我的韩流设计做代志，绝对比你伫太原设计较有发展。而且我这个人嘛比金燕君佫较有价值。我做伊想伊同款，哼，佮你只只算麻烦，叫佮所有的责任拢塞去别人头壳顶，出袂家己的兄弟。我实在是做同情你的呢，伊竟然安尼对待你这个人才，你心内底。一定感觉真不好啊！讲迄都无效啊！讲什么好兄弟、好朋友，啊，拄着利害关系哦，就什么拢唔是啊啦！靠家己吼，上实在啦。金燕君，给你害到这凄惨落魄，你敢唔想要找一个机会？秘书王扎里，恭喜你录取啊！我爱你，马上开工。马上开工？嗯。那呢？你爱我做啥？你跟金燕君的工班，真实，你跟这个工班接受开工，拢不是问题。今日金燕君、赵应新两个跟我抢工一杯酒在，害我伫业主面头前真无面子，我绝对袂当放因耍。你听我讲，你只要找一个机会，伫酒宅内底动卡手，我甲你收起来。到时阵，金燕君就真正无法度翻身，
盛唐开发的名声也受到影响。这个一箭双雕的计划，就是你头一个任务，安怎？有简单吗？我已经到机场了。你这样用全了，是才等来见我。我赶紧要跟伊讲海港台湾案的 case。对啦，你真久无看伊啊，今日认不出来。我拄啊有传伊上飞机进前的相片给你哦。真重要，私人代志要办啊！等办完，我就直接回去，哈，拜拜。你还袂讲你要去倒位呢？哎，司机啊，歹势啊，因为我拄去美国转来啊，身躯无啥物代票，无你头前停就好无？玉成里、周美里、新民路、三洋公司、台美国小新民站、台美国小成功站。Yes， 我会记你哪会这么好，拢这么顺利无回来，我还是会记这号公车的每一站的站名。喂，你在干嘛？
得要向我问，我确实有对不起的所在。你别安尼急点点哦，我来讲啊，你今晚好水鬼嘞，搞我回事嘞，阿无我就袂原谅你。哦，你这查某囡仔哪会这么摇摆啊？嗯，看我安怎给你送掉。你紧归来啊！你今晚虽搞我回事嘞哦，我甲你保证绝对无代志。小姐，歹势，你是不是认唔对人啊？我根本就无抢你的客人车。你搁搞我隔空隔空啊！你拄则不是为机场坐客人车来这边的？参像我这款市井小民，哪有钱通坐客人车啦？我是为周美丽坐公车来这换车的。那你坐几号公车？我坐256，沿途经过周美丽、玉成里、新民路、三洋公司、台美国小新民站、台美国小成功站。公公，真正是我认唔到人，因为拄则搞煞跋倒的人，明明就是穿这种外套啊。是讲穿这种外套的人足多。我无时间甲你讲，我阁有代志要办。相亲嘛，等下哦，要给你介绍这位 Alex 哦，是哈佛毕业，条件哦，袂歹哦。伊是唐宇建设新九年的总经理。唐宇建设哈，我要大头家，就是盛唐土地开发。咱那些当家一个亲戚哦，以后咱金星建设甲盛唐要讲生意哦，迄就足好讲。我是来陪你讲讲的呢，你看要不要相亲？我拜托你。大家安尼识过我，听你以后我拢不爱开出来啊！哎，倩倩，倩倩，哎，倩，啊人就要来啊！你安尼做你走，安尼咱是不是得是唐宇建设？妈，甲你拜托啦，你就当作吼，加去认识一个朋友，对你也无损失啦。这是最后一次啊！妈，有公车。阿伯生。阿姐，今日咱麻烦你小妞姐，你妨碍到我的用路权啊！欧巴桑，什么用路权啊？我嘛有用路权、啊。哎，你这少年人哦，讲话哪会这么礼貌啊？我就跟你讲过啊，等我代志办完，我就随跟你联络。嗯，就安尼啊。Thank you.
代志再甲你斗相共。是安尼啊，我拄只伫遐捡着一条手链啊，唔知影你敢有看到是啥人在伫遮的？无呢，咱遮有监视摄影，会使去办公室看卖者。那无麻烦你带我行者。好，等下。喂 ，Alice。我已经到啊，你即马伫倒？我嘛到位啊啦，我即马随你去。好啊，你直接来宋博厅。嗯。无安尼好啊啦，你先去甲经理报备，手链啊放伫我遮，等你甲监视器画面调出来，你再来宋博厅找我。哦。嗯。等下哦，你爱对人较客气，伊是建筑界的金童。金童哦，会你做玉女素配，你两个哦，那是当互相喜欢，安尼就谢天谢地。我甲恁爸哦，就有一个条件真好的囝婿。我是来食饭的，其他的莫跟我讲。人若叫我自我介绍，我会讲我已经有男朋友啊。你哪会拢听袂入去啊？高冠达哦，甲你无素配。你是要一世人靠伊卖厝，卖到七楼八楼，靠迄薪水甲奖金来过日子哦？你来。你不是拄只迄个无礼貌的少年人啊？你今日入包厢啊？哦。金姐姐，你好，我叫做唐有权。我伫咧国外时阵，常常看你的保养品广告，你真正就够好诶。而且你本人必定是够较水呢。很高兴认识你。想袂到马即届要介绍的对象，甲我想的完全无同款。倩倩哦，不是凊彩跟人握手的，你是倒位来的青仔长哈？我知影倩倩哦，粉丝真侪啊，唔捌看过哦，像你这样无礼貌的粉丝。今仔日不是粉丝见面会，请你出去，啊无我叫保全啊。你是头拄仔动了迄个欧巴桑？所以，你是明月阿姨对吧？阿姨啊，我就是 Alex 啊。你拄则搁打电话给我，问我到倒位啊？过来一个诈骗集团 ，Alex 是哈佛毕业的建筑精通，你哪有可能坐公车？啊，像你这块的警察，叫我阿姨哦，你嘛真敢呢？阿姨啊，你唔相信对吧？啊，若无你打电话给我，这是哦，我的手机啊。对话记录给你看。耶？这手链是我的，哪会对你搭袋仔落出来？哈！你唔那是诈骗集团，你阁是真溜啊！偷摕我的手链啊！阿姨，你莫后悔，这手链啊是我拄只在门口捡到的。哪有这么拄好的代志？你当作我会相信？我要报警！哎呀，不是啊，我等我去。陈星，我监视方面已经调出来了，请问你敢有时间来办公室看一下？多谢你，阿姨啊，我看嘛唔免报警啊。你若想要知影代志的真相，对我来。确实我捡到的，但是我找无人送的，所以我就去服务生，把监视器调出来。若是调出来，就来宋博厅找我。今麦事实摆在眼前，还有啥物通我讲？
当证明，我就是 Alex 啊，明月阿姨。啊，不过这嘛是最后一摆我叫你阿姨啊，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一个代理我尊重的长辈。Alex 啊，歹势啦，一切吼拢是误会，啊，拄只迄状况哦，真正会引起误会。即马讲个清楚，安尼就好啊。我菜点好啊，咱来吃饭啊。唔免啦，卡斯我今仔穿名牌，开进口车来，你还阁会安尼对待我？你就是看我穿啥，才尔穿菜，坐公车来，所以你根本看我无。你一开始就认定我是贼啦，想袂到你是一个这尔看官无看客查某人。Alex， 这件代志确实是我妈唔对啊，我妈对你感觉就歹势。啊，不过我妈拢已经甲你回信了啊，你敢会当看在，伊是你的长辈，卖阁甲伊计较啊？你起码得替伊讲话。我相信你妈妈唔是头一摆安尼对待人啊。其实我足失望的啊，原本今日欢欢喜喜的来看我的女神，结果嘞，女神的妈妈竟然是这款人。我看煞煞去啊！你这个朋友，我嘛无想要交啊。也毋过，我甲你口讲一句，希望你食老以后，毋通变作甲你妈妈同款，是一个尖酸刻薄的欧巴桑。我嘛是一时误会，你敢有必要把话讲到这尔歹听啊？搁再讲啊！你的清查真正会让人认为你是来乱的啊！我妈是为着要保护我，唔才会对你较提防的。提防？这哪是提防？这是大细胞才对啊！哦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讲，看到善车的人都要提防，看到好的人就唔免提防心。会欺负查某囡仔的，才是一种人。亲像你妈妈目色这么歹，佮把你当作商品安尼杀来杀去。你可能替伊讲话，可怜。哎，这声海啊，我弟是唐宇建设的总经理，那是盛唐的本总裁嘛，知影。啊，你怪我，我是要怎哈？哎呦，建，今天我想办法。看有啥物办法通弥补啊？人拢已经把话讲到这尔歹听，搁要弥补啥？妈，你莫了准讲人好爷，你就想要摸人的大腿。你安尼哦，顶多会互人看袂起啊，散散去啊，当作无缘就好啊。迄个 S 哦，讲话虽然讲足袂白，啊，不过伊讲的嘛有一部分是事实。伫个别人面头前，我会维护你。即马只有咱两个人。你家己想看卖，伊讲的有倒一点是唔对的。好啊，那你卖阁讲啊，我今嘛已经足郁卒啊。唉，到底是要安怎啊？真正有够衰呢。冠达，弟弟在倒位？好啊，我今嘛随过。妈。我阁有代志要报应，我先来走啊。哎，喂，你是讲白菜骗子？我将迄台客运车车牌我记起来，我嘛去查啦。我找到司机，伊甲我确定讲迄台车是你坐。我讲啥物是坐公车来遮，我讲袂是哪真个咧，你就足超过咧。哎，莫去甲动手啊！你哪有可能这么短时间调查安尼多？你是 FBI 哦？我这不是 FBI， 我是记者。你莫小小看哦，记者的查案能力。干嘛呢？那是咱台湾的记者拢参照你安尼，
新闻台就会摕行车记录器的影片来报新闻。叫我来看，你应该卖做记者，去做警犬。你卖真正跟我耍嘴皮子啊？你拄则讲遐话，表示讲你记性灵啊？啊是安尼哦，你紧跟我回去嘞，而且赔偿我坐客运车来才等你的损失。你这个查某你。我要借问一下，是不是你家要坐客运车来才等我？是安怎我赔偿你损失？搁再讲，应该报给人是我才对。你已经非法跟踪，你知影无？我这不是非法跟踪，我是偷工的。好啦，你想要偷工东西啦？对不起，阿玲阿妹，我还。时间跟你讲啊，拜拜。是讲话哦，真正够白目的啦。啊，不过我就是要看到你妈迄时的表情呢。高冠达，你讲啥啦？无讲，我什么都无讲哈。哎，我知影啦，我即摆是无方便批评我未来丈，懂对吧？你知影就好。就算阮妈搁较哪唔好，听着别人讲伊的歹话，我也是会艰苦的。哎，要讲实在啦，伊爱丽丝哦，真正够嚣掰的啦，讲话真哩无客气啦，够无礼貌的，卖甲这种人来往嘛好啊。我嘛唔知影，我嘛是安怎拣的啊，大概拣着迄金童哦，拢怪怪的。我看哦，我嘛只是人拣着阮爸了后，就无阁拄着好的查某人。哎呦，倩倩啦，迄是恁妈运气好，因为恁爸家保护甲伤好啊，啊若无恁妈，那让人横着走啊。拍死，当作我什么拢无讲哦。哎，好啦，以后会讲完啦，我要讲正经的。我出来家就是要来讲志英厝的代志。来，亲戚，你看，这是斡旋协议书，我应该对方讲好介绍啊。遐贵哦。你敢真正要买这间厝啊？决定权在你啊。亲戚，我问你啊，你到底有介意这间厝无？当然嘛，介意啊。而且，这还有咱两个人回忆呢。啊，不过我烦恼太贵啊，你的压力会太重。哎呦，我不是讲过，只要你喜欢，哥哥买给你。我讲会搞，做会搞啊。而且为了表达我的心意，我已经决定啊，今日我要给你 surprise， 就是我准备用你的名把这间厝买落来。冠达，你真正对我就好哎。我倩倩啊，你嘛知影我讲过啊，我唔是真好呀啦，我的存款哦，敢那有够来投资款啊。阿嫂啦，迄房贷压力真大呢。阿母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一定拍拼赚钱，我一定让咱经济状况愈来愈好。我相信，我当然嘛相信。啊，可有一件代志要甲你参详啦。啊，既然厝咱拢买落来啊，咱是毋是爱找一个好日子，甲恁爸妈开嘴，甲因讲咱准备要订婚的计划？要跟我订婚，想袂到，等下当走到一步。倩倩啊，你
你别对家己这么无自信，好不好？安尼我就唔敢咧。你是我的女神呢，你能愿意把整个人交给我，那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我当然对你负责，阿老婆，就是我对不起你啊。是我无甲代志办好势，你要安怎骂我，我拢无话通讲。我是来想无，我是安怎请一个秘书这么含慢，连接一个人接也无去，你浪费我的时间，你知无？好啦，阿姨，别为难小妹妹啦。至少伊上尾啊，有找到我，甲我带来遮，敢毋是？若是要拍一个分数，我给伊六十分。以后还阁有真大的进步空间，嗯？阿姨，我甲你讲，我今日拄到一个奇葩呢。那是台湾的刑事局长会做啊，我保证，台湾拢无同一番啊。伊拢唔知影伊有偌厉害，唔管我是坐公车还是坐客轮车，伊拢有法度甲我追到呢。真正唔知影是福尔摩斯较厉害，也是伊较厉害。真正唔知要安怎讲才好。啊，你当下就是有要紧的代志要处理，你煞搁我必须找。你敢知影？这关系着偌济资金。啊，你安尼，你煞考验我心中有够赖无是？阿姨啊，我这是去让人吓惊吓人。其实我这边回来，是要讲我心目中的女神。但是我后来发现，伊嘛无啥物特别，伊只是条件比较较好，还佫有伊个穿衫、甲包包较高级。若是无遮物件加加分，女生甲普通人无啥物差别，就只好我失望个。哎呀，莫生气啦，伊至少我完成遮个心愿。我才会当好好做工课啊，敢不是？安怎？起码知影爱进行做代志啊？简单一句话啦，我爱唐屿建设火车站的开发案的拆除，还有基础建设。因为政府规定要联合开发，我知影。我的感觉是，只要集团会当得到利益，就无需要分给别人。在客户书里面有写着，周边合作对象应该拢是盛唐旗下的公司了。嘛，就是讲，为开始建设到结束所谈的每一笔，都会当落地的盛唐来台里面。袂歹啊。我感觉无什么大问题，
阿姨，你买一张房出去做，但是唯一有钱的所在就是唐宇建设。恐惊的唐宇建设以后要做的代志。